台北市的消防人员用吊篮将这名跳桥的青年人救起来救命，救护人员并且一直跟这名青年人讲话，了解伊的受伤状况。警方初步调查，今仔日透早一点外，一台轿车开到大拉市万里桥的时阵，一名二十五岁姓杨的青年人，可能是甲朋友相识，竟然跳落去十外公尺深的桥底。当时这名青年人甲朋友拢饮过烧酒，事后众人赶紧通报消防人员前来抢救。我们出动三部车子救助的91吊臂到达现场之后，我们立即以人，还有带着蓝丝担架跟长背板下去将那个受伤的伤患把它固定好。该名伤患意识还算清楚我们同仁下到桥下，将该名伤患固定完毕之后，上颈圈，上长背板，然后以蓝丝担架将它吊起，由那个救护车送往医院急救。这名青年人跳落桥卡了后，家在因为万里桥卡西半杂草，让伊救回一命。但是医护人员初步观察，伊的脊髓有损伤的情形，目前继续伫病院观察治疗中。记者余炳伟采访报道。